不能真的。我把这个锁成那个的。然后啊，五百四啊，五百四。那这到时候抢的差价，他给我交两块钱。好弟弟跟那个，那个他那个，这里是他跟那个也是弟弟。你不能放这里，放那里。不然不被供的，不然请你讲，你有的，不然不一样。生瓜啊，你可是跟我一样，明天，五百四十块钱。找十块钱？自己跟人家捐，自己不出。那是我签了个名字，记得这个。这里还有个什么？也写的名字没有？那谁报？没有。自己跟人自己不先主动捐，这样子，捐出来，捐了还没留名字。那我的是我捡的。你签上你的名字就说我们俩。对呀，那到底你说的不对，那不能错。你这个可以的嘛？所以讲，我有一台 iPhone。不是，这是我们俩捡。见证，他是说见证。拿两块钱了啊。别闹我！好，还得几万闹啊！你问我啊？你用那用到哪里去嘛？进门嘛，讲啊！刘露，待会儿你想找回你那十块钱哈？你就等着看这个视频，慢慢一个一个的人数，一个人加就加出来了，就知道哪里错了。哎呦，肯定是我记错了。不，那么多人，那么多做事，那很正常的。哎，就不要给那几万人干的，你看要有干干没的。这张钱，不用捐款，你看这人，哎，那个。待会儿是怎么？是 money order 给他寄过去还是怎么样？汇款给他们。嗯，待会儿是汇款跟他汇过去还是怎么样？他收不到，给他烧起来。是，他那里面没有办法收。哦，那就那哦，这个烧交给他。啊啊，只能谁弄啊？过坐飞机过去带给他。那我忘了，我还说 money order 给他寄。我看那个活动东西多的人吃不了。当然，这个上飞机很多人他吃不完的东西可能也给他。东西不要了，是先。他能不能上网？能不能无线上网？可以无线上网，那他应该呀，早知道今天给我们视频一下多好啊。但是这个时间他是他要得睡觉了啊，对，睡觉。其实以后有下次有机会的话，都可以先有事跟大家视频一下。如果下大概会待他多长时间有没有？大概现在计划他会待多长时间有没有？他没有计划，他就一直待下去，一直待下去。那要不然下次咱们活动的时候可以跟他们党员视频，大家见面，跟他聊一聊，通过这个视频，通过网络。跟大家介绍到底是现在什么情况。有两样，我发了。这个上了没有？要没有的话，还有一张。那没有的话，我们敢，我们为什么要再给他加二十块钱？我们就记错了。我还得再把那个单子抽一遍。没有。copy 一个就好了嘛，再好了。你放那么大箱子里面干嘛？你这个放的太大，你放你身上就好了嘛，赔了都待会儿掉了就你赔了。这下刘子聪明了。这些冬天。圣洁。手机不是手机。我啊，你几万人哦，就来到你的。
我这里没。